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三、八，行了吧？九，来吧，十，十，十八，十九，二十，二一，二，行吗？二三，二四。二五，啊啊啊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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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！哎呦，来来哎！行行，他也不软，他不软。两位叔叔经过我们验证之后，身体素质确实不错，58的62能做20多个俯卧撑，确实不错，而且很标准。为你们的毅力，我们鼓掌。两位叔叔比也比了。说也说了，吵也吵了，表露也表露了，擦擦汗啊，这个准备好，一场战争即将爆发啊，这个待会儿我得躲远一点，我们一起非常期待。你们是两人共同去开启告白之门，还是让一位先来？当然我想啊，可是他老出风头，老那你们俩石头剪刀布呗，那我就让着他吧。哦，这么高风亮节，你也甭来这个，你呀、啊，你这他叫苦肉计，所以啊，甭听他的，咱们一块来吧。怎么样？我看你们这样，我看你们石头剪刀布吧。啊，好，那来不来？啊，来，我们一起喊啊！来，石头剪刀布！哎呦！好，李叔叔站我这儿来来啊！我先问你们俩几个问题啊。陈阿姨如果今天不来，不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接受你们的告白，你们会怎么做？如果她要不来，哎，我会当面找她去。您呢？我去他家，您去他家当面再表白。哦，堵家门了啊！如果陈阿姨今天来了之后，到了舞台中央，却不接受你们的告白，说我对你们俩只是纯洁的友情关系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不接受就不接受吧。那您怎么办？我们还是朋友，我下边再下功夫，再努力啊，一定要把他追到手啊！还在背后再努力，不死心。赵叔叔，您呢？我要继续努力，直到胜利为止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陈阿姨来了，接受了你们的表白，选择了其中一位。不管是谁，失败的那一方和成功的那一方将来怎么处？还是好朋友嘛？真的吗？啊，那绝对是。李叔叔呢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选择他的话，比如说啊，我非常遗憾啊，但是呢，在没成功之前，我还是不能放弃，我还跟他是竞争伙伴，还是情敌，我还要争取